还有疑问啊，看人扣节，看人扣520，好不好？看人扣520啊，看车的话就扣250，好不好？欢迎 Q 啊，欢迎城府，好不好？欢迎城府啊，大晚上的，感谢我们大哥们还在过来看今天直播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，好不好？你们就算点个免费的关注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既然相遇在直播间，证明大家都是有缘分的，你们只需要点个免费的关注，点个免费的关注的话，前天还可以赠送你们什么价值3000块钱的现金红包，还有送你什么？你们再亮个灯牌，还再送你5000块钱的一个优惠，好不好？完全没有问题。看车又有人，你是芊芊，对啊，团团艺术，好久不见呀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，团团艺术，我是芊芊。好吧，我是芊芊啊，我是芊芊，咋了？我是看着不像了吗？看车又看人啊，团长艺术啊，你换公司了？你们怎么知道团长艺术？你们这都能刷到我吗？你们这都能刷到我啊？阿红，我要把我的车子坐坏了，哪里有吧？你看我离车子还有距离的，好不好，大哥？我只是轻轻的靠在上面。阿红，哪里有坐坏了吗？坐坏了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坐坏了我给你赔一辆。啊，这块我给你赔一辆大 G 新款到店的不是新款啊，到店的大 G500，新车落地啊，200多，快到300，300多啊。刚刚大哥还跟我说200多，你们净骗我，你们净骗我，刚刚还说200多呢，对不对？刚刚还说200多呢啊，女神啊，那既然遇到了，先点个关注吧，好不好？既然遇到了，先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先点个关注啊！以前你在哪里？以前我在哪里？以前我在一车，好不好？变得越来越漂亮，那肯定要感谢泰山的关注啊！感谢泰山的关注和点赞，好不好？感谢泰山关注和点赞啊！我们最后还有20多分钟了啊，贵州最后的关注再走一波。好不好？最后的关注再走一波啊！关注走起来，好不好？关注走起来啊！你还记得我吗？同样的一处，我记得你。我在一车里面的时候，你过来私信过我啊！你过来，就说在来到我直播间了啊！来到我直播间了，感谢泰山的点赞，没有办法买车送美女吗？送，必须送，好不好？我把我单身的闺蜜送给你们啊！我把我单身的闺蜜送给你们。